先生您好，哎，请问您来我们店是想挑选戒指还是项链？看看项链吧。这些是我们店新出的彩金系列。哦，彩金呢？还有这边是我们店新出的最新款。哦。哎，这个。这个是知名的意大利珠宝设计师设计的蕾丝花系列，铂金款，限量的，挺好看。嗯，这多少钱？7300。好，交给他。好，请到这边买单。嗯。哎，小姑娘，来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裸链，没有坠子，适合日常佩戴。对，就是平常戴。多少钱？2600。啊，2600。这个呢？啊，这款1500。好，就它，这两条啊，分开吧。好的。夏晴，哎，志勤哥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坐公车来的，路上有点堵。没事，不晚，正好。哎，一会儿他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应该。我点了意面沙拉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喜欢吃意面。啊，太好了。你爸怎么样了？啊，好一些了。我爸特别感谢您，他还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当面跟您道谢呢。哎呦，太见外了。哎，乔乔，我还有一件小礼物要送你。还有礼物啊？嗯，好漂亮啊。喜欢吗？哼，特别喜欢。很贵吧？哎，别谈钱，这都不是事儿。我就是在橱窗里看到它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这要是俏俏戴上得多好看呢。而且我一想，你这些年一直照顾你爸，肯定很辛苦，我就想，一定得给你买下来。谢谢志勋哥。我特别喜欢，而且从小到大，我是第一次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啊，好，你喜欢就好。喜欢喜欢。哥，你帮我戴上呗。好。调整一下。嗯，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，特别喜欢。太好看了，我先进去。啊，进。哎呦喂！喂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蓝女士吗？我们这里推出了一款最新的流量套餐，可以向您介绍一下吗？什么？给我爸用什么药？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？怎么了？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恐怕得先走了。我爸……行，赶紧去啊！看病是正事，赶紧去。可是，这……哎呀，这都是小事儿，甭管了啊！赶紧去吧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我下次请你喝咖啡。哎呦，行行行，赶紧。那我先过去了，哥。嗯嗯，再见，谢谢项链。
哎呦，这太浪费了，这。服务员，你好，打包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在家老不好好吃饭吗？啊，特意给你打包了你爱吃的意面。哎，赶紧。什么情况呀？怎么突然想起给我买意面呢？你不是好这口吗？我说我得给你买呀。这在外面买多贵呀，在家我就自己会做。现在咱们经济紧张。花的每一笔钱都得精打细算，知道吗？行，听你的。但是吧，偶尔一顿也没事儿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这那么忙，哪有空做啊？来，再说我哪舍得你老天天做呀？来，你也吃。啊，你先吃，我不饿了。你吃过了？也没有。嗯，没有做的好吃。这还挺贵的，说实话。嗯。你先吃着啊，那个你吃你的，那个我这个小礼物送你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怎么回事，我就送你个礼物嘛。我的生日、你的生日、晨晨的生日、结婚纪念日都过了。这不过节不过年的，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干什么？这有什么贵重的？就是条项链嘛，就1000多。我自己送我老婆礼物，这还要有原因呢。戴上。哎，不，你哪儿买的？你把发票给我，我又退回去。你，真逗！你这一条项链，你还让我退了，你打我脸呢？我想孝敬你一下。这连这机会都不给我了啊，是吗？哎呀，今天奇奇怪怪的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亏心事儿？哎呀，怎么样？你们那个泰国餐厅生意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生意挺红火，挺红火的。咱们钱也投了，但是不参与这些具体的运营吧，我心里还是不踏实。志俊，你要抽空啊，就去看看。哎呀，咱们对餐饮也不是那么懂，你得信任他们，对不对？你这么着，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我给你看这个，这是大红前一段拍的，然后给我发过来的照片。喏，你看，大厨啊，备菜，这是做呢。就这几张照片，说明都好。陈志军，我跟你说，你……哎呀，你这么着，媳妇儿，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改天你要有空的话，你带着项链，我带着你。咱到餐厅去啊，你随便点，免单。哎呀，赶紧吃，都凉了。